你下去吧，你下去吧。明天不用上课，明天不是礼拜一吗？毕业了，可能会考完就是等于放假吧，去学校还是混，还是去啊，也有可能，还是去一下，对啊，嗯，好不好？一些你没看过的影片可以看啊，你可以去学校看影片啊，对啊，做到屁股烂掉啊。 吹冷气啊，在家里那么热干嘛？除非你家有冷气，对啊，不用缴电费，学费都缴了，对啊。你为什么不去人生中最美好的那几段时间嘞？嗯，看着学弟妹还在努力的看书，准备考试，然后你就可以在旁边闲逛，看他们，笑他们。 明天学校放假哦，哦，会了，误会了。那我这一场不妙啊！怎么啦？我这一场没什么。我修起来了哟！ 修起来喽！好，就是放暑假就在这儿。哎，我看到有马头帽，是马头帽，我变马啦！架起来！架！没声音。 怎么可能？大家看着看那么久了，怎么可能突然说没声音？是 YouTube 的喇叭记得打开哦。哎，这样。 好丑，你做这个马头吗？不会啊，很可爱啊。看墙哎，好超快的。觉得很可爱啊。<笑>要有本事教啊，像我就没本事教功课啊。对啊。要看看。哎，怎么直接掉洞里面？为什么我原地传送？ 考韩文哦，考韩文还在看台，我去稍微准备一下吗？还是说该去睡觉一下呢？在看台，不好好休息。<咳> 图腾有血量耶！什么东西？图腾也有血量。哦，所以他们跑去打图腾。有。这中板是尖冷却。男校也能去找学弟，白痴哦。觉得没有在按 R1， 对啊。 因为用不到R1啊，我想到会按一下啦，我如果想得到的话。彩虹小马的尾巴。好了，我按一下啦。这个是干嘛的？
哟，那来定一下吧。哇！好了，我刚刚按了两下，应该可以了啦。你的 R1 是啥？我的 R1，我看一下。连锁闪电连锁，往前放一道雷电过去。我、那个要对很准，要算时间呢。还好啦，这招是秒放的。哇，烫痛烫！你怎么舍得让我烫？烫烫烫烫烫！咻咻咻咻咻咻起来了！作业根本写不完，作业写不完还是要想办法写啊！我现在跑超快，有码头又有鞋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哦吼！哇哦，哇哦，我好痛，被踢到了！天平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哦吼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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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中了！痛！对不起！我走！我走！哇！哦，痛！我要死啦！哦，你不能死！召唤流不能死！啊，他先死啦！可是我等一下还要压血打最后 BOSS 啊！这什么？英勇之月好像没什么用。嗯，跳起来。嗯，等一下还有最后 BOSS 要打，天哪！有个血，可恶，才回这么少。让我回个，多打一下，小精灵们多打一下，加油！酷。哎呦！我再回血！上，小精灵电他，小精灵死掉啦！不喜欢第三关是草的啊，会中毒吗？中毒很痛啊。三五，不喜欢五，哇痛，三四，哇！四，火焰，还有混沌啊！我竟然冲到混沌里面，
哦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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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一招，最后，最后，最后，去死吧！赢了，自己跳到范围里面，对啊，我自己跳进去。啊！破啦！第二次，666。最后 BOSS 给我的4块钱，他为什么会有4块钱？哦，你也是4块钱了？对啊。看到画面一直转，你可能网速不够哦。传奇徽章，第二次拿到徽章啦！怎么觉得大魔王比前面的中魔王还弱？你来打看看，你会感觉到，其实他不太好应付。后台啦！感谢雅雅。这 boss 很有钱，4块钱。他有4块钱。第二次破台啦，拿到第二个混沌招。拿到哪一招啊？看起来像好几颗球往下坠的。这次只开了3个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这次只开了3个步而已。我凑齐了哎，再生墨水跟那个方程。嗯，但那效这样会有什么效果？我不知道。这次开的东西比较少。哈，火舞安安啦、啊，过啦。OK， 这我也不懂哎。家里有没有蒙娜丽莎微笑？这又不是缺氧。看哦，顿顿招这个虚无游行。哦，怎么感觉没有很好用？这开场只能带一种装备啊！啊，你要其他装备只能靠地层里面靠人品去收集。嗯，哇，怎么啦？昂贵的保险，我刚刚讲的，像借据扣钱的。我还是带雷精灵好，雷精灵感觉很强。还是试看看别的好了。有没有人玩近战流啊？全部招式都是近战。我一开始啊，可是我打到3-2就不行了、啊。打不下去啊、哦！嗯，旋风，火精灵，水精灵也玩过了啊！我来玩玩那个好了。追踪的法术流，开始来下一个火焰追踪这个，这个应该是追踪的吧？对，这是追踪的。好，然后大招有什么样是追踪的招式啊？嗯，有那个、啊、火焰啊，火焰追踪火力吗？可是这样都是火的、啊，我想要带一个不一样的。风，这名字行不行？
雏形这是什么？不好。嗯，是用这个啊？看他大招如何。哦哦哦哦哦，很猛是很猛啊，可是我不知道我丢得到人丢不到人啊。嗯。丢不丢到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啊。啊啊。哦，刚下班辛苦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又打开了包包。啊！我又往前冲了。不是，怪在我旁边。战斗的时候按到开包包。嗯，我常这样干，就是打跟麦块一样，打怪的时候 Q 出去。要玩纯火流吗？纯火流也是可以啊，来玩看看啦、啊。纯火流，可是我这个冲刺很好用，我不想换呢、欸。纯火流，我来看看哦。这个吧，火焰吐息，然后追踪火光 ，OK， 纯火流。不。直播一直断，哎、欸，对耶，为什么突然亮红灯呢？哎、欸，又正常啊，是没有掉影格啦，但是就突然断线，不要紧张，稍安勿躁，大声就能搞定。哦，你是在断什么的啦？魔女是在断什么的啦？断线哦、喔！啊，就回你是断线啊！是啊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嗯，是什么？跳动哦，这个跳动火焰我记得不错。我要换跳动火焰。跳火喽！那我是不是大招要换另外一只啊、嗯？这个，换这个。把最后一件衣服给埋起来，骄傲。你的骄傲的属性是什么？一滴血、啊。骄傲，减少最大生命值，他只有这样子写而已。对，他就一滴血。哇哦，一滴血！这就是自我挑战。还是算了吧，还是穿黄色的好了。买起来！啊，火先收衣服。哦对哦，哦，这个有属性相克啊，有啊。啊，其实我没有太在意啊，反正被克到啊，就多打两下。
也只能照打。对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你都带我真的不太了哎，啊，对不起，我话讲太早，对不起，嗯，话说太早。boss 了，饮料吸管断了，那就直接把包装撕开喝啊！好朋友，每次洗个衣服都要爬五楼。暴力配置。我来看看喽，暴力配置。不要！太扯了吧？怎么了？我按错键死了，输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哇！这个配置我好像没那些招式吧？突然卡了一下，好雷哦！对啊，惨了，输了。难得我五给我的这个配置，我没有很多奥数都没有啊，没办法。难得收集到了两个 OP 的东西，结果狙了，是蛮 OP 的啦，可是就卡了。接他太急，被他的一招停止卡住。起始带轮盘。罗盘哦，罗盘，我看我没有罗盘，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罗盘呢。像你们，哒哒，啊，不是这里，这里，看看，罗盘是什么？哪一个类型的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
好像你，罗盘牌其他的第一个第六个，其他的第一个的最后一个啊，没有，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嘛？对啊，没有，没有那个东西。第哎、欸，就其他类的第一页的第一最后一个。嗯，我们看看罗盘，罗盘长什么样子啊？啊，日晷吧。火焰防御润，感谢大阪续订，感谢续订。珠宝盒，哼，哎呦，没有。火焰招是什么？炙热火焰，还不错啊。那是哪几招啊？丢给你哪几招？我只有看到图而已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丢在哪？他丢在我私人的 DC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存过去给你们看。嗯，我一下。我应该是要休息了，我开始在抖了。累了吗？蛮累的啊，开多久了、啊？这样子你们看得到吗？开台前就要跟你们玩了、啊，要不是因为拿到那个该死的，哒哒，全火的哦，嗯，林饼，哼哼哼，桃花顺，嗯，跳跃看起来不是这招。日晷，奥数在使用后有一定几率不会触发奇冷却，所以可以连用的意思喽。有一定几率而已啊。嗯，哇，开始关节有点痛痛的。啊，刚刚本来就说打完这一次就休息了，然后不小心打完又打完了一次，又打完了一次。是下到现在总共玩了74场。然后今天确定了召唤流真的很北蓝。看到寻路者地图，充能狂路这个要买这个吧。嗯，这蛮好玩的、欸。关节怎么肿啊？骨头会肿起来。花冠，我是有听过哈基说他屁股抽那个啊，屁股骨折，什么骨折、啊？你问他、啊。好，晚安晚安，我要关了。关台前再吃一次哈，走。喂，一点半了、哦，难怪。对啊，11点半了，我应该开到12点吧。行。来，我先送你们个广告。嗯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一看一下哦。这一招冲刺。哦。然后还骗哪一招？我那时候是。这一套，第一次过关啊，是这一套加的。这个，它是会追踪啊，这个火是会追踪的意思啊。还是往前冲哦，它是会追踪的吗？嗯，对啊，怎么？嗯，这样最准。不过它只会往前飞而已。我那时候是这一套装备在弄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再加这样子。然后全身都是穿护甲的，那就龟甲流吗？就凝固，对啊，就那时候讲的第一次过的流。BOSS 去哪里就跟到哪里，慢慢打他，才知道我不用那么累，他自己来打我。那你被打不会痛哦？痛啊！
痛啊，可是我有一个东西叫做记忆锁甲，它可以记下三招，最后的三招它打你会不痛。比如它是用龙日打你的话，那个龙就越打越不痛。哦，那就暴击又把血回回来。啊，然后再加上我那个闪避，所以它会闪躲闪躲闪躲。我就刚好运气好，都买到那个闪避跟铠甲的。好啦，关啦。嗯，刷个，对对对对对。感觉上。